不会做饭怎么办？你需要万家乐 Mate 7自动烹饪系统。万家乐 Mate 7自动烹饪系统。好的啊，那第一场比赛由 Duck 对东拉布啊，东拉布也是好久没有出现了啊，这个选手。对，我们先来滚起来，今天我们鱼丸滚盘，大家来看一看第一盘，我们来猜猜会不会十二 D， 赶紧啊！有一家会就 OK 了是吧？是呀。来看一看吧。看看有没有十二 D 嘛？我靠，东拉古怎么搞得跟个忍者一样了？好像感冒了，在咳嗽对吧？好像。东拉古也好久不见了。这边也是跟大家说一个不幸的消息啊。什么东西啊？昨天 GSL 打完之后，嘎姐那个眼睛啊，非常不舒服。对，他那个 WCS 去不了了， WCS 他肯定去不了了。感谢星际零零后 B 尾的一个飞机。然后去本战队赛呢，现在还不知道他能不能继续打，反正他现在眼睛很不舒服。对，马上要来了啊，我们第一盘大家可以压可会呀，3.0的赔率啊。你看大可那个样子就要放十二 D 的，对不对？3.0的赔率，你们都这个不拼一枪？3.0的赔率，你看着，我跟你说，好，12D，封盘。哎呀，这是什么情况？你不要管了，大可12D了呀，会的人赢了呀，哈哈哈。结束会，看到没？什么叫滚盘？这就叫滚盘。大可上来就十二 D， 那我们再来这盘，第一盘会不会打十？打五分六分钟？不是你那个最主要没开啊？就输赢嘛，输赢过一会儿开，你不输赢不一定要开的呀。哦，这样子啊。我们来第一盘会不会是打六分钟？不要急，还在审核啊。哈哈。第一盘，我觉得居然十二 D 应该会吧。那这个就要看了。来来来来来，会不会六分钟？来，滚起来。
来喽，我也不能确定啊。好，东拉姑跟大可的战绩，东拉姑还领先啊。There was a term, yeah, like it was just you'd say MLG if there was some insane play. Yeah, it's funny. It actually is really funny. 看一看这个十二 D 能不能成功啊？先上来咬一波。中大姑直接拖农民，两分钟了啊，兄弟们。应该。哎，其实就是十二 D 打的死打不死。关键就狗毒霸这波怎么办？能不能打死吧？啊，我感觉死了，打死了，打死了，我感觉打死了。他这个，他能、啊、现在你妈这些人都很激动，哎、好吗？地保下了，地保下了。现在都很激动，你妈买会还是不会都很激动，因为这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打得死打不死，好不好？这个地保下了很关键，我觉得打不死，打不死，打不死，这波打不死。那要看撞的怎么样了。哎，农民点矿呀，跑了呀，农民。哎呦，散了一下，可以。没事。再来两条狗，把这个咬了，漂亮。好了，可以封盘了。慌什么？还有一波呢。地堡都爬下来了，哎，说不定大可之计，说不定啊。是的呀，他打不下来，他之计了怎么办？现在买会还是不会不好买啊，我跟你说。你觉得我说的对吧？哎呦，强行撞进去，这个真不好买，我跟你说。啊、没事，还有狗。他的毒爆不上来就没问题。他后续还有毒爆的呀。大可就打不出去啊，有点。马上要好了，狗速马上就要好了。松阿姑，狗速他狗速都没升好吗？没啊，刚升。对，他刚刚才升呢。那，毒霸这个毒霸很关键。哎呦，他炸农民啊！哎呦，还行。啊，最后一个毒霸。哎，现在你妈疯狂的都觉得不会，疯狂的买不会，然后大坑你妈看打不进去退了怎么办？我提醒你们，大坑有可能退的。这个大可已经没什么机会，大可就最后拼一波了。对，啊，东拉姑第二个保下去了，很稳。我到五分钟的时候就把盘封了。加口血，大可打不进去。未必，后面还有三个毒爆。拼一枪，加口血，再加口血，女皇，就是这拼进拳。好，直接上来。哎呦，到底谁？但第二个。地堡很精准，但第二个地堡被秒了呀！好，东拉姑还是死，感觉，哎呦，很伤，很伤，哎呦！但他看他坚不坚持了。好，五分钟我把盘封了，这可以坚持。两个人都很伤，扎卡还打不进去。那我五分钟了，我准备封盘了。封盘。这一分钟我相信买会的人很煎熬，你觉得呢？反正大哥肯定是一波了，不用想了。对，有最后一拳了，这妈还有30秒，我靠，坚持啊，他妈大家都在叫坚持呀，还有30秒，退还是不退，我操，刺激的一逼。哈哈，还有20秒，20秒，哎，不会吧？拉姑退不退？啊，退不了，拉姑不退，我靠！中一个毒爆，10秒，完了，这东拉姑肯定不退了，死估计是死了，但是他不退。哎呀，完了，哎呀，6分钟了。结束，妈的，就六分几秒，6分07秒，那没办法呀、啊，6分07秒，那能怪谁呢？6分07秒，那能怪谁？不会啊，哎，不对，我跟你说，会不会有6分钟？是会有6分钟啊，对不对？
对、啊、开半场会不会有六分钟，是会有六分钟、啊、会的人、啊、那这个这个你不觉得压得太少了吗？他们多呀，挣不挣有这么多吗？就十几万，你还不如开个输赢。那也是啊，对不对？开输赢，开输赢，这个、啊、这个、第二盘我们开个输赢好吗？开输不就整场，多拉古零杠一。那我开个开几种嘛？一个是东拉姑赢不赢，一个是这盘，这个第二盘会不会有六分钟嘛？第二盘会不会有八分钟？是不是？他们说很刺激。我跟你说，我开的这个六分钟，这个很精髓，这个数字。十二第六分钟是个很精髓的这个。这个东西也是刚好。刚好是你妈六分零几秒，对，很精髓。好，来了啊！第二盘我们看，准点位吧啊，准点位。好的，下方的五点钟方向就是红色的虫族选手东拉姑。双方都是裸双开，好来了啊！其实呢，其实总的来说呢，东拉姑呢，很久不露面，其实实力也就这样了。对，其实刚才的盘，我觉得他应该防得住的。对，但还是有些失误啊，实力还有，实力还在。不，大可应该还是比他强，这个是没办法的。对。不过也没想到大可第一盘会选择十二弟狗毒包一波。嗯。我想到了呀，所以我开十是不是十二弟的盘吗？哟，哎，这哥们是谁来着？这个，哎，这好脸熟啊！这个人有没有猛男？这个肯定是个选手。这个选手是谁来着？好面熟啊！反正是不是以前东拉姑的？东拉姑的他们的队友啊？不是 yellow， 怎么可能是 yellow 嘛？谁嘛？啊、他们在刷是蔡徐坤，我靠！他妈蔡徐坤个毛！毛好鸡巴蔡徐坤，我靠！哦 ，Tails， 对 ，Tails， 对 ，Tails。以前也是个职业选手 ，Tails。对啊，也来还G联赛拿过冠军的。对的。That basically all the old guard fell off except for DRG. There was like a period of time where like everyone that was considered top. 哎，他们这种参军可以中途跑出来看比赛？是的呀。The new Kespa teams and new Kespa players, you know, after the. 大家都三开。Completely. And the players that joined the Kespa teams rose to the top. Players like Maru, right? 他们都买大可赢啊！现在的。废话，大可一比零嘛，当然买大可赢啊。It was like all these teams, all these players that have these great backings and financial support in a place that people taking care of them in DRG. 这个局面只有等到一比一才会好玩。万一东拉姑弄一盘回来，他们不是现在菊花都紧了。DRG really is a legendary player, right? For Zerg champions, it goes. 双方还是相同的开局啊，这个开局完全靠拼狗毒吧。对，前期还是拼波狗毒吧，拼完之后然后再转账了。这样的一个局势的话，东拉姑不好打。如果东拉姑的基本功没有大哥好的话，这个同样的开局你是肯定打不过的。哎，他们现在很多人买会八分钟啊，万一狗毒包一波打死了怎么办？不可能的呀，那拼狗毒包不好说的。这个局势没有，我觉得没有道理打得死啊。大哥不会打一波的，大哥一比零领先，他肯定求稳的呀。也是稳着打。没什么错。Top end. Here's the Storm Pro. He was like the best Zagara player. Yeah, the Zerg Queen. Literally, it was so funny to see that he was played that year almost every game when I was still casting that game. But yeah, DRG, a legendary figure.
穿大个洞骚扰，洞骚扰其实都打不到东西，打不到东西。东来孤进来侦查了一下，大哥抱了18条狗。这场比赛至少我觉得至少是12分钟起的样子。嗯。大家都稳着防守了。我靠，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疯狂的买不会八分钟啊？你们看这种局势，这个时候肯定买会八分钟啊。这个局势八分钟，两个都升二本的，打八分钟很正常的。Roach Warren starting here for both sides. But it looks like now Dark has managed to move out. He's going to get a surround here on this queen, be able to take that out easily. Not bad. 好，这边这个局势已经10分钟起的节奏了。十二分钟起啊，跟你说了呀。好，强行先压一拳。压不到的呀。压不到，这个东拉古也不会出这种失误的呀。哎呦！不会吧？怎么这波遭中了？啊，没关系，已经5分多钟了。好，继续压。到也大哥占便宜占翻了。大哥占了便宜，现在不停的压制啊！哎，这个感觉大哥如果打死吧？哎，不会打死了吧？64万买的会啊！这你妈！开这种牌好刺激啊！再熬两分钟，好刺激啊！你妈，我怕他熬不住啊！这两分钟，孙哥，这怎么啊？怎么熬不住嘛？蟑螂又不会来，对不对？大可挨了6个蟑螂了，啊，也是。哎，看到龙塔了，我靠！看到龙塔，他不会？哎，他退回去了，他退回去了。好，那就没问题。那又骗了你妈一帮兄弟买了11万呢，买了12万呢。啊，这些兄弟被骗惨了，我靠！我觉得你7分钟你可以封盘了。没事儿，买啊。不，你要为前面买会的兄弟保存那个呀。已经买光了，会的兄弟，有个人突然买了50万。重动一波，但8分钟应该来不及。来不及，我估计在8分半到9分钟可能这个比赛要结束。快！来，封盘，买光了，已经不用封了，会已经买光了，那你要也给那些不会的，万一真的没到八分钟的，那些人不疯狂买不会？他买啊，他敢买，现在谁敢买不会？我就问一句。现在谁敢买不会？30秒，死亡30秒，你敢买吗？我问一句，死亡30秒，看到了，还感谢来我今年生意全赔的一个游侠。完了，最后10秒钟，他不会退的，应该开8分半就精髓了，对不对嘛？你开8分半也不对，就是因为刚才那波狗毒爆掉了东西，不然的话不可能打成这样。废话。我靠！竟然还有人补了一波不会，这你妈！结账！这什么？这什么东西啊？结账！会有8分钟啊？对啊，会有8分钟，真的应该开8分半的。这盘呢，大哥肯定是赢，肯定赢的。但是这个。那边也封盘吧，那边也封盘，因为也没买光了，买光了。嗯、这个只需要直接压就好了，直接女皇到脸上，东拉姑没办法打的。哈哈哈哈，有个人说他看反了，补了一波，补错了。哎呦，看反的，我靠！好事，看反了。这个局面就没话说了。这个你飞龙都打不过这波女王。你这地板虽然多，它可以变火蟑螂来。他而且他爬了一波那个防空上来，你就没什么办法了。你穿狗也没用。
他先用蟑螂顶前面，然后女皇在后面一打，蟑螂前面把管子一打就完了。我靠，你妈，他是不是人？那么多火葬，哎，大可这个狗皮绝对不是。刚才他那个变火蟑螂的时候的这种感觉，我可以保证他肯定用了加速键盘。对，瞬间变了。这时候我不得不说一句，我们的 Jackie 的键盘就有这个功能，加速键盘就有这个功能。他其实 A 上去就赢了，他你妈非要去变火蟑螂去砸别人，逼别人退。2-0。东大姑，你看这张脸，妈臭的一批，好烦。啊，肯定很气，我跟你说，被大哥这种变火蟑螂。哎，这个的确没办法。好，下一场当然就是那个谁来着，谁 Q 要对 Party， 又是一场虐杀。